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去取餐，对，因为现在新加坡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要戴口罩。欢迎大家收看《乔林日志》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《乔林日志》。今天乔林呢要带大家到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刚刚从公车站下车，然后要走到设计大学的路上。设计大学它的缩写就是 SUTD， Singapore University Technology and Design， 所以简称 SUTD。 我们现在在这个路上，好像等一下前面要过马路，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去取餐。对，因为现在新加坡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要戴口罩。因为吃饭嘛，在餐厅不能内用，所以大家都要外带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点一个可以外带的一个餐厅。那我们今天点的都是意大利面。那我们现在去取餐咯， Let's go。
好的，我们来到今天我们要取餐的意大利面店，是他们店内的一 logo， 然后它是在设计大学里面。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只能 take away 带走打包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订餐了，然后跟他约定好的时间是6点取餐，那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喽。餐点好咯，这个是他们餐厅的美女，我们今天是点的是 pasta， 那之前有吃过他们家的披萨，还不错，对，给大家参考看看咯。这也是当学生的一个很棒的选择，如果你在新加坡念书的话，这个可以看看。然后现在是 promotion 期间，OK， 餐点我们拿到了。我们今天总共是点6个 pasta， 对，然后现在 take away， 然后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吃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啦 ，Let's go。
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